近日，黄子佼与家人同游被拍，这也是他被曝性骚扰神隐102天后首次现身。他头戴鸭舌帽，身着黑色羽绒服，肚子看起来胖了许多。黄子佼与老婆孟耿如带着1岁多女儿，一家三口在台北美术馆户外踏青、看展览、吃下午茶，并不避讳众人。据悉，黄子佼6月底被爆出 MeToo 事件后，停工至今将近5个月。外界粗估他每月收入至少损失328万元新台币，累计一共少赚约1640万元新台币。据悉，知名主持人黄子佼被一位女网友指控性骚扰，称其强吻自己，并拍摄了私密照。黄子佼性骚扰事件引发了台娱圈地震，不仅爆出多个丑闻，更有多位受害者大胆发声。此前，警方前往黄子佼的住处和工作室两地进行搜索，并且带走电脑、手机等相关证物进行解析，同时进入初步侦讯阶段。据知情人透露，